很高兴今天大家就是都来出席这个活动这样子、哦、然后我是那个主办人、哦、就是那个格德文旅的名义上的老板，网络上的老板一样，真的老板坐在那边。然后那个，不用拍手谢谢。然后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说因为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老婆就很感动，就想说赶快来办个包场这样。那如果跟我比较熟的朋友就知道，其实我最近在家都闻香就开口了。然后那时候温波公被绑架完当先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公可不可以先不要了，没有没有。但是因为在家里面的那个权力关系，我温刀是无威权，那个中华民国威权可能结束，我温刀威权还没结束，所以温刀给公话一定要办了。然后那个就是大家先忍耐一下哦，找个公公位公好好公姐，然后看能不能归靠好好公位姐。然后那个。其实今天我们大概每次办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主办人其实都有个觉悟啦，就是可能刚才照了照片呢，肯定啊，无代表讲是真看呢。所以讲，昨昏我甲阮某，昨两个已经有先去看了啊，呢，阮家己开钱去看啊，呢。那我知道说这一部电影要拍之前，然后其实就是要上映之前，其实有一些影评嘛，大概昨昏讲有一篇，一个少年囡仔写一篇微博安尼无。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里感受很多啦。我刚刚做表演做水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做来用咸，无做来用咸，安尼，嘿啊。啊，这种我感受足多啦，因为我即摆家己开一间饭店，伫迄个金华路迄边，了有无？嘿啊，迄一暗收你千几块安尼尔，哇！你甲你嫌讲，差不多甲你嫌讲，那也无搬迄个鲍鱼鱼翅做早餐出来安尼有无？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也是遇到一样的状况啦，吼啊。迄个时阵，阮某甲我讲，啊，想要办一个活动，啊，其实真简单啦。大家知影讲，我人生的迄个导师有一个叫做，即摆已经迄个过往也是叫做苏源的阿伯啦。啊，苏源捌讲过一句话啦，讲，伊讲过两句话啦。伊讲第一句话啊吼，讲人啊吼，唔好讲一本机做一汤匙，你知影？啊，有想讲讲大家了，当别人拍电影啊，伫遐拍到艰苦坐过，安尼啊，伫遐出嘴伫遐嫌安尼对无？啊，电影好看无好看，这拢会使讲，不要紧。但是咱先看了，才感觉讲去评论讲，伊好甲歹，安照公平嘛，对无？啊，有想讲啊无好安尼啦，啊人别人迄少年的伫网络出一支嘴安尼无？啊无你爸就开钱安尼，请大家来看安尼无？哦，对，这拍手非常感谢，感谢。那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李尚把讲过一句话啊，讲。咱要做一个好的台湾人，之前咱先做一个好的人安尼。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这部电影，昨我有看过啊。啊，甲大家先讲，无暴雷啦，先讲结论啦。不管伊是毋是一部为着台湾人拍的电影，上无我感觉吼，伊一点做的足好，伊是一部好电影。吼，即大家要看之前，咱先安心安就对了。然后那个也不要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。啊，上尾吼就是。咱吼做一个好个台湾人，迄、那个等电影了个时阵，其实也种字幕个时阵吼，又是挂迄个就是渐渐个历史个资料出来安尼啊。完了以后，咱大家看了个时阵吼，咱就是最后啊，我来讲，一定我做个哦，这你爱个感觉。我大家知影我辛苦，我做这个有冒险安尼有无？啊，哪险哪做安尼？啊，上尾吼，咱就是大家看了个时阵，咱做一个纪念，咱向去向安尼。啊，大概去几张片的纪念照安尼啦吼，啊，迄个就小片，那到时候请大家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欢喜啊，去想那些的啊，然后大概是这样啊，迄个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欣赏电影安尼啦吼，然后好嘞，会使嘞，会使 OK， 会使哈，特别会使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我真欢喜哈，哈哈哈哈哈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手机关静音，宣导一下。搬到外面去可以吗？好。没有，这个在。